Baby, I'm sorry. 华研国际旗下艺人木木林伟妮，去年因主持选秀节目《原子少年》后，正式拥有“暖心学姐”的封号。擅长主持的她，除了曾在三立、爱玩客见过她的身影，也曾以特别主持人的身份录制《完全娱乐》。26日，她惊喜在 IG 分享了一支演唱韩团 2NE1 经典歌曲《Lonely》的影片。她深情又干净的嗓音，引来粉丝好友的赞叹。Baby, I'm sorry.木木在贴文中也透露，整个作品从录音、混音、画面拍摄、剪辑、指导，甚至连妆容都是由 Bear 成员芭比一手协助完成。文末木木大赞芭比19岁就这么全能的人在这里遇，让不少粉丝看完后惊呼好好听。被主持人耽误的歌手好有才华的两人，敲完以后还有别手。